他们供一类供，没送一类送，那不是。他也因为我上了很多节目，他应该要感谢我。白云不玩了，报情变一段连，杨秀慧好怒，他快过气又感谢我。我跟你讲，大喜之日之后我们就分手。杨秀慧 and 白云去年五月的绯闻吵了几败够几败，这回真的是情断北海岸了吗？我是魂断国境之南。白云上周录综艺大热门时表示，近来跟杨秀慧没了联络，上次见面疑是过年在朋友聚会上。我们最后一次是过年，他有老人痴呆症的。最后一次是我在录《最强综艺秀》的时候，我跟马国碧去他家按电影，他出来跟我们照相，所以他是人了。我告诉你，他这个人为了上节目，有时候胡说八道。伊的个性就是独来独往，伊不得小你啊。他又比我年长，啊，我紧张。他们供一个供，一个送，一个送。那是假的啊，互相消费嘛，他不开心我就跟他道歉就好了。表示你们交情没变啊，对不对？还是朋友、啊？交情没变啊。那你跟秀慧可能在当朋友吗？是朋友啊，是有可能在回复像以前的热络吗？我们不行啊，那个我不是自己自掘坟墓吗？花东给自己掉不行 啊，但是朋友那是没话讲。哦，这朋友觉得 OK， 但是你说还要再搞这个什么？我的体力算好，我不行。社会观感不对，那个就是社会观感。他也觉得你为了上节目在就是炒作跟他的绯闻，其实不是故意的啦，因为他也没什么值得让我炒的，他也因为我上了很多节目，他应该要感谢我，要不然他已经快要过气了，你懂吗？那何宇文不是在消费他吗？我把白云弄红了，这件事我没有在找你，是因为什么？你放心，不是，也不是这个啦。冰姐那天四月八号才碰到我，她说：“哎，对不起啊，那个什么，嗯、那波水灾，社会很难啊。”我讲：“是啊，真难了啦。我嘛讲，我靠，忧伤万绪，我咧无用，我靠的代志。哦”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他们两个姐姐真的很难下，一山不容二虎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就跟我儿子讲说，有喜欢的就表白，对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像现在都是别人跟爸爸表白。男朋友没有了，不会再找男朋友了。